这手机里边虽然有大量的犯罪证据，但是没有跟你女儿有直接的相关线索，咱还是得找到那个男孩，他一定知道很多。快离开这儿！什么？你是谁？我就是你在找的人。告诉我的女儿是怎么死的。你会知道的。皇家商厦地下车库，823，一个人来见我。